吃。喂，安姐。哎，来，家里有药吗？是感冒了吗？在我床头柜里面。哦，是吗？我看到了，一次大概是吃几片啊？这都过期半年了。那你等着我啊，我给你买着回去啊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这样吧，你忙你的，我让外卖送点药来。你放心吧，啊，没事的，挂了，拜拜。你这是干嘛呢？叫跑腿送药。走，我们先走吧。你生病为什么你告诉我？我就住在你对面。我没事啊。你这个样子还没事，你明明就已经生病了。这么烫，你还说你没事？啊，是有点发烧，感冒了吗？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哎呀，我可以的。你这样还说你没有感冒？这是我刚刚去药店买的一些药。不知道你平时都习惯吃哪一个？你看看有没有你吃过的。那也太夸张了吧，买那么多。你快看有没有你平常吃过的，如果没有我再去买。没有，好像以前有吃过。来，收。吃，困了的话就去休息吧。可是你在，我就想去。哦，那这样。我呢，我就在你对面，你只要有任何问题，你就24小时是任何时间打给我，我就会马上过来。谢谢。那你好好休息吧，记得不吃的药我带走。Thank you.